我一局三闷九，我这我的天哪，我的钱越来越多了，花都花不出去呀，太难了。哎，今天呢我们来玩一款最近非常火的很简陋的小游戏，独立小游戏，名叫做幸运房东。在这款游戏里呢，我们将扮演房客啊，房客。那么为什么叫幸运房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因为在这款游戏里呢，我们需要旋转着一个老虎机来支付房租，而每一次旋转呢，它的房租都会翻倍。哎，这一次是旋转五次支付25枚金币，下一次呢可能是旋转6次支付50枚金币。像这样的房东居然还没被人揍死，难道他不幸运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呢可以通过为我们老虎机添加这些小小的道具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每一次旋转呢都会获得相应的金币，比如说这一个啊就是一个普通的硬币，每一轮呢给予1枚金币，这一个小樱桃也是给予1枚硬币。而这款游戏里呢，我们可以在老虎机里面添加很多个道具，而这个道具之间互相纠缠不清，有各种的 combo， 我们就通过这些 combo 来和这个幸运房东对峙。这都是题外话，那我们正式的进入这个游戏啊。新电子邮件是来自Landy McLandlord Bouncy.mail 啊，是你的房东的邮件。祝你在我们的公寓住得愉快，你这坑爹房租能愉快吗？公寓里配有老虎机，可用于赢取金币和支付房租。对了，你的房租是25枚金币，需在5次旋转之后支付。祝你好运，你的房东。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这里是4×5，一共20个格子，开始旋转。哎，那么第一轮呢，我们就只有这5个，所以呢就只给了5块钱。然后每一次旋转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添加一些道具，这一些道具呢会有很多个流派。那么我们争取啊是只保留1到2个流派的物品，这样的话呢我们能赚更多的钱，是吧？不会污染我们的老虎池。比如说这个扇面骰子，给予一定数量的金币啊，随机给予1枚金币和3枚金币，钥匙给予1枚金币，消除相邻的这些宝箱，在之后消除自身，那宝箱也会消除，所以呢钥匙还是比较可以的。然后这里有个普通带锁箱，可以给15枚金币，保险箱非凡，消除后能给予30枚金币，藏宝箱稀有，消除后50枚金币。哇，它这个巨大宝箱上面写着给予3枚金币呢，是说它出现就给予3枚金币，但是它不一定呢附近有钥匙啊。这个附近呢是指说周围8个格子，但是如果周围附近有钥匙出现，它就会和钥匙同时的消除并给予100枚金币。哪是吧，趋向向天歌有1%几率添加金币，这个1%几率4舍5入相当于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来个钥匙，再继续旋转。我们可以看一下物品栏啊，它这个钥匙呢每一次出现也给予1枚金币，所以说都是不亏的。猫咪给予1枚金币，骨灰崩给予1枚金币，被消除后会添加幽灵，狗狗给予1枚硬币，这都是动物啊。那我们来个猫咪流啊，小猫咪谁会不喜欢小猫咪呢，是吧？来的旋转，赏金猎人消除相邻的小偷啊，小偷会给予负1枚金币，但是被消除后给予因该符号所失去金币的4枚。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个赏金猎人小偷流。小偷为什么来偷东西呢？是因为来撸猫来了。哎，一切都非常合理，其实它就是一个流派。 OK， 猫头鹰给予1枚金币，每3次旋转给予1枚金币，就是不是特别理想啊，它每3次旋转才给予1枚金币， 就相当于每一轮才给予1.3枚金币，非常的少。螃蟹同一排中没有另外一只螃蟹，额外给予3枚金币，很难。那我们就来赏金流，赏金小偷猫流啊，来着，来个小偷，没有啊，它这个种子给予1枚金币，有25%的几率长成这些水果或者花。那么我们就跳过啊，可以跳过，你可以不选，对不对？我们可以拒绝他的提议啊，支付25枚金币 ，OK， 好。房租已经增加至50枚金币了，需在5次旋转之后支付。啊，兔毛，你有额外1.2倍的几率找到非凡稀有和非常稀有符号。诈骗胶囊给予负6枚金币，就是说它一出现你就损失6块钱，但是它会自动消失，在被消除时添加一个这个台球。台球每次旋转之后呢给予1枚金币，所以说它是6轮之后啊肯定是正的，但是呢会污染我们的老虎池，对吧？我们可以来个兔毛，它会更大的几率找到这些更高等的符号。来吧，兔毛吧。
哎，然后每一次支付房东之后呢，他于心不忍呢，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给我们一个物品啊，也就是我们的被动技能开锁器，有30%几率被消除这些保险箱什么的，哎，我们就不用钥匙了，非常的棒。然后欢乐时光有9的话呢，给予1枚金币，到时候我们可以九流二虎之力，对吧？来选择这个饭盒，你可以消除此物品，然后选择添加3个符号，可能的符号是这些，很神奇啊！我们就来开锁器吧，啊，我们就是宝箱流。哎，宝箱，因为有宝箱和猫，所以有小偷，有小偷所以有赏金猎人，哎，这故事就通了，对不对？矮人的话是九流的，牡蛎，糖果，那我们来个九流，来个九流二虎之力，来，我们都是人，哎，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2个流派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不要轻易的选择其他流派的物品了啊。这个乌龟每3次旋转给予4枚金币，螃蟹，猫头鹰每3次旋转给予1枚金币，很拉胯，又有个赏金猎人，又有个猫，那我们先来个赏金猎人吧。哎，带锁箱可以，哎，开了，非常的棒，支付50块钱，已增加至100枚金币，需在6次旋转之后支付啊！还有没有良心？方块，相邻花色的话呢，会额外给予1枚金币。然后虚空生物，相邻的空格额外给予1枚金币，如果和零个空格相邻，则会消除自身，被消除后能给予8枚金币。这个虚空生物的话，在游戏前期还是比较好的哈。然后在游戏后期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相邻的空格了，也它就会消除自身了，可以。哎，我们又可以添加物品了，啊，没有一只猫咪就有额外1.3倍几率找到非凡稀有和非常稀有符号。通缉告示被消除后，小偷能给予额外2倍的金币。那我们来招财猫吧，我现在有2只猫咪，对吧？不能白瞎这个几率啊。5个矿石，猴子跳过。铜剑，指向随机方向，指向的符号可给予额外2倍的金币，这个很好。但是大几率上呢，它不会指向任何一个有用的物品，所以说也是非常坑了。幸运七。所以我们需要有3个7，但是它自身应该不会被消除，你必须得有3个，所以我们需要找到3个第7种化学品，那太坑了。李子，跳过。熊，狗狗，蓝鸟，都不用啊。我们需要什么？破坏魔法有30%几率消除相邻符号，嗯，它是随机的，你不能选择你想消除哪个相邻符号，所以说有点雷。黑色牌，殡仪院，幸运期，如果你有3个此物品，他们会被消除，然后就，哎呀，他这都没什么用啊，那我来一个殡仪院吧，啊，反正也没什么用。5面骰子，雨。随机给予1枚硬币和5枚硬币，应该是1枚到5枚硬币啊，但是跳过。感觉有点坑，一直没出现小偷。他就是会系统判断你需要什么牌，他就会把这个牌藏起来，雪藏。哎，增益胶囊啊，不亏，来着。诱饵，消除相邻的糖果和这个彩罐，每消除一个糖果和彩罐可获得6枚金币。能不能来个好点的东西？钥匙，螃蟹，猴子，我都没用。太难了，哈哈哈，重试。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运气还是比较大的兔子啊，幼儿。那我们就来个巨婴流，给予一枚金币，然后消除相邻的糖果和彩罐。来吧，来个幼儿吧。哎，刚好有个糖果，你说说巧不巧？花，哎，又有个幼儿，我们就一个幼儿就行了啊。这次我们来个植物流，植物大战僵尸。呵呵，消除人被消除后能给予15枚金币。来个植物流，来个花，又有个花，第一关还是很简单的。存钱罐，每次旋转都会向此物品中放入一枚金币，你可以消除此物品，然后获得里面两倍。那存钱罐比较好，来个像是定期存款一样理财产品。矮人，矮人啊，就是小孩的父亲啊，他这个天天喝酒，对吧？天天喝酒不照顾孩子啊，所以孩子就天天吃糖，哎，非常的合理。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流派。种子、乌龟、蜗牛好像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哎，小孩吃糖了，牙就不好了。再来个婴儿啊，不用了，不用了，婴儿太多了，养不过来。都没什么用，很难搞出一个流，这就死了，这就死了，太亏太亏。哎，脏画罐，此物品旋转都会向此物品中放入一枚金币，然后获得25枚或以下银币。你可以消除此物品，然后获得里面3倍金币。啊，这是比那个存钱罐更好的理财产品。兔子和兔毛额外获得一枚。啊，我们这一轮没有兔毛，来吧，脏画罐吧。太阳，相邻的花能给予额外的5倍阳光。相邻的种子有额外，我们有3朵花呀，那来个太阳吧。啊，这个财富胶囊，哇，可以可以。雨，相邻的花能给予额外2倍阳光，这个2倍金币，它和阳光是一样的。哎，那可以啊。来着，又有雨又有阳光，对吧？太棒了，我们就来花花流。哎，又来个花，来着。金鱼、兔子，消除相邻的小偷。我看看我们是啤酒，矮人是喝啤酒的，是吧？你玩的太多次，你就忘记你这一轮选的是什么了。虽然我这只是第二次尝试，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玩了什么了。哇，这次稳赚稳赚。可以可以啊，我已经有117了，我还以为他需要我们啊。行，来着，哎，这不就可以了吗？保险箱，保险箱，我有钥匙吗？好像没有钥匙，那来个保险箱吧，是吧？黑胡椒，每消除一个符号给予一枚硬币。生锈齿轮，如果有3个或以上的相同符号相邻，岂不是可以生锈齿轮吧？因为我们的花它是不会消除的，但也很难相邻，就是了。哎，啤酒，太棒了。蜜蜂，相邻的花能给予额外2倍。可以，蜜蜂，我们就来花花流。
赚了赚了赚了，那才加30多块钱啊，啤酒吧。煤炭金鱼兔子跳过，支付150，越来越难了。下一次要225枚金币，不过可以在7次旋转之后支付。啊，总算有小偷了，我再确认一下。矮人啊，不对呀，我不需要小偷，我是啤酒流，我需要这个糖果和那个什么东西是吧？我不需要小偷了，这一次，滚蛋。小猫，我只有一只猫。这些胶囊效果发生2次，来个这个吧，抢劫手套，对不对？呀，财富胶囊，消除自身，被消除后能给予，可以。哎，刚才什么没了？这个胶囊没了。异教徒，这个异教徒流派也很强，不过这一次我们就跳过了。哎，我们是画画流。带锁箱来着，我们不是有这个吗？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开锁器或者是钥匙。我们需要来一个开锁器。虚空生物，相邻的空格额外啊，这反正之后也会自身消除，对吧？不亏。种子它有25%几率长成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没办法消除了，你也不能保证它是长成花，对吧？哎呀，虚空那个人走了，亏了有点。增值275枚，7次旋转，蜜蜂。我看看啊，我现在已经有2枚蜜蜂了，就不用了吧，我们来保险箱留。油罐，每次旋转你可以重新旋转一列符号一次。人类学学位啊，这些给予额外1枚金币。我看看，我有一个矮人，一个婴幼儿，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如果你是一教徒流的话，就非常强了。我们来个油罐吧，选择一列重新，先不用，挺好的。诈骗胶囊。减6枚，消除自身，那不用，那你就多了一个台球了，对不对？哎，这个台球它是物品还是？它好像是物品呢。那我们来个诈骗胶囊吧，它好像是左上方这个物品。哎，这，哎，它是这个物品啊。那我们之后可以胶囊啊，多来点是吧？猫咪，我们有和猫咪有关的吗？并没有，跳过。这完全没用啊！这或者选完了，重置完了还是一样的，有病吧？都没用，我感觉这把要废了。螃蟹、金鱼、猫咪都没什么用。我怎么会有一个红桃？它旋转完还是一样的呀，那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轮换了一下是吗？
OK， 支付还是可以的，有很多钱。驯兽师相邻的这些能给予额外两倍金币，我相邻我有蜜蜂，我蜜蜂多少，我蜜蜂也才两个，所以那我如果是一只蜜蜂一只相邻的这些动物不是特别的有用。看蜜蜂是什么，它是给它蜜蜂只是给一枚金币，所以说即使相邻了你也只是给两枚金币而已，它并不是加在蜜蜂上，它是加在花上的。山寨猫非常稀有，猫咪为这个稀有符号给予相当于相邻符号中最高价值的，哇这个可以啊，那之后我们就走猫咪流对不对。我们有几个猫咪，我们好像有一个猫咪，对不起我之后多养猫。种子哎，他猫咪哎，有糖果，我是不是有小孩，哎嘿嘿，总算来了，我的天。电灯泡相邻的花朵有50%几率给予额外两倍，哎这可以，电灯泡可以。哎，小孩把糖果给吃了，200多块钱，为什么？ What？ 啊，我怎么了？哇，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我有很多这个箱子，但是没有钥匙，非常的气愤。虚空生物来一个阳光换一个，哎又有花了。忍者将为每位这什么忍者给予的金币减少一枚啊，有病吧，他们就是歧视同行是吧。来个花，旋转，那肯定旋转它呀对不对。我虚空生物虚了，支付325，哇我这次发达了，有钱，非常有钱。彩罐，哎 nice， 彩罐可以给小孩。金凤花给予50枚金币，如果有至少3只熊则会被消除，每当在旋转后获得3倍金币时给予3枚金币。3倍金币是什么意思啊？就不太懂。那我就是选金凤花呗，反正白嫖50枚金币。它是每局都给50枚金币吗？应该不是。哇155太强了。哎有钥匙了 ,nice, 我有钥匙在身，可以。矿工五面骰子骨灰风跳过。木鸭、桃子、牡蛎都没什么用。哎，又有钥匙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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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啤酒，那来钥匙吧。诈骗胶囊消除自身，在被消除时给予一个啊，这个可以。现在我们有两个球了，可以选个他吧。哎呀，选毁了，才40块钱。80块钱，哎，支付，我们钱太多了啊，钱太多了。月亮忍者都没用，看看被动道具，开锁器 ，nice， 开锁器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的钥匙是不是就没用了？没关系啊，哎，这钥匙不就出来了吗？哎，我们这酒鬼老爸不干别的啊，就买保险箱。哎，就买保险箱，来着。哎，这保险箱不就开了吗？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套娃，一开始他不给你钱，然后旋转四次之后消除自身，被消除后会添加俄罗斯四套娃是吧？然后又添加一个俄罗斯四次套娃，然后最后添加一个金套娃。啊，这个金套娃呢，每轮给你4枚金币，但是它需要旋转很多次啊。我们寿命没那么长。哎，保险箱又开了，非常的棒。财富胶囊消除自身，被消除后给予10枚金币。哎，只赚不亏。然后我看物品栏那个钥匙是不是已经消除了？可以。哎。哎，非常的棒。电灯泡，我看看电灯泡，我有几个电灯泡，我有一个电灯泡，但是它每次只给予1枚金币。行了，来吧。我们的小花花需要光照，对吧？需要光照。哇，又开了，我觉得这个开锁器的几率很高啊。好玩的游戏画面一般都不咋地，因为好玩游戏本身已经好玩了，它就不需要画面了，对不对？哎，来这个。骨灰盒、香蕉皮、樱桃都不需要。哎，又有花 ，nice。我们就是立辉发源，不管了，我们就不重新旋转了啊。每次还要再选一次，选择困难症的人太不友好了，哇！哎，虚空之石啊，相邻的空位额外给1枚金币，如果和零个空位相邻，哎，这个是只赚不亏的。完了，他这次就被空了，那不是特别合适是不是？我们助他一臂之力，哎，让他残喘一次。我去，各种叠 buff， 各种叠 buff。然后我们的猫猫那也能，我们有的是钱，我们预付一个月的都没问题。农夫，相邻的这些，啊，这可以啊，厨师，虚空之石。我们来个农夫吧，农夫山泉有点甜是吧？小猫皮渣，其他都没什么用。我看看，我有2只猫，我记得啊、哦，我只有1只猫，猫怎么没了？来吧，给猫一点尊严。
啊，这叠加的太过瘾了，啊！哇，一次250块钱，可以可以。哎，葡萄酒，我有老爸是不是？对，我有老爸。幼儿的话就算了，不需要幼儿，我来个葡萄酒吧，它可以消除。重新，哎，不用了。偷袭魔法，感觉魔法类的都是坑啊！啊，谁敢挑战一下魔法流吗？我是不敢。呵呵，啊，各种叠 buff， 哎，哇，每次就150块钱，哇天，太棒了！重新旋转，需要旋转吗？并不需要。剑的话，指向随机方向，指向的符号可给予额外2倍，也可以吧？啊，来个铜剑。它指向的话是这一四个都会2倍吗？一轮100多块钱，还可以。电灯泡来着。不需要旋转了，我们啊，我们已经非常强了，107还可以，乌鸦熊珍珠都没什么用，他这得旋转啊，他农夫没有来个 buff 对吧？哎，还可以。哇，一次100多块钱，一般般。啤酒来着，我没有喝酒老爸是吧？才70多块钱，有点亏，说实话。来个电灯泡吧，哎。嗯，矿工他还能，这个农夫支付550物品来，我看农夫啊，他有樱桃他也可以，哎，不错不错。贵妇，我们不贵，我们也不富。有5%几率添加麦达斯国王，每次旋转添加一个金币，相邻的金币能给予额外3倍，哇，都很坑啊，感觉有5%几率添加酒，5%，试一试酒保。鱼缸，每次旋转之前向此物品中放入鱼，每当在旋转后获得正好13枚金币时，给予13枚金币，这不可能了，13枚金币太少了是吧？猫能给予额外3倍的金币，哎，我们的猫很强的，因为它能模仿其他的，它附近出钱最多的物品来着，哇，我们的猫。啊，非常的强。看这个花，哎，它就会有很多钱，然后猫就会学它，然后猫还会这个三倍金币，无敌了。一只猫100多，哇天，太强！保险箱，走起，旋转，我们就不重新旋转了，是吧？太浪费时间了，我还得思考。哎呀，幼儿金鱼，幼儿其实也不用，因为我也没有任何的糖了。啊，不用。哎呀，说糖糖就来，你看看。来吧，但感觉现在糖的话它不是特别的合适了，它一个糖只给6块钱。
一只猫140块钱，上哪说理去？哇，我觉得花花流太强了，这我能提前交一年的房租吗？哎呀，把酒喝了，把酒言欢。财富胶囊，买着，只赚不亏。龟，买啤酒。哎呀，猫咪 ，nice。哇，一局才60多块钱吗？看这个猫能给多少？63块钱，还可以，支付650。潜水员。弗鲁特女士，水果女士，消除相邻的香蕉这些，厨师，感觉都没什么用，跳过吧。来看看幸运七，煎锅，格子棋，没什么用啊，都不是我流派需要的。来格子棋吧，嗯，无所谓了，也没什么坏处。一局才70多块钱，感觉哎，这个猫63块钱可以，保险箱来着，哎，保险箱开开了，我的天，一上来就开，哇，一只猫144，太强了，财富胶囊，哎，我这怎么自动涨钱呢？是什么？但忍者、猫头鹰都没用。电灯泡、猫咪、矮人，我看一下。我矮人不需要，因为我的酒很少。那来猫咪吧。最后我竟成了花猫流吗？才45块钱，太亏了。电灯泡，寄予一枚。这个普通的话，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已经有三个电灯泡了，太多了。我们多来点猫啊、花呀什么的。哎，葡萄酒，带锁箱，举2枚。我看一看啊，消除才10倍啊，消除符号价值啊，就相当于以这种方式消除符号价值10倍，也就是说它被消除之后能给20块钱，它只能给15。糖果的话，可获得6枚，那还是葡萄酒合适。
300多，我去，支付777，太简单了，简直无敌，我现在还剩3000多块钱，能够住这一年的，继续在无尽模式下游戏啊。然后房租已增加至1000美金币，我去，就能住2个月了。矿井，每次旋转添加这个矿石，在给予金币40后消除自身，再被消除时给添加一个矿工物品。这是什么？蜂巢，有 5% 几率添加蜜蜂，有 5% 几率添加这个蜂蜜，这两个我都不能被消除的，所以就不用了。金炭，给予3枚金币，不用，3枚金币其实很少。招财猫，每一只猫咪就有额外1.3倍几率找到这个。我是不是有招财猫了啊？并没有，添加7个矮人，有病吗？来招财猫吧，啊，我们是猫流，那个花猫流，我是矮人把酒喝了吧，对吧？把酒烟花，不，你跑更远了。哎，只要猫旁边有花，他们的收入就不会太低。哇，这一只猫400多块钱，哇，太强了！人中女巫，相邻的猫什么能给予额外的2倍金钱，也可以，也可以啊，来个女巫吧，对吧？这个矮人父亲也挺寂寞的，来着来着来着，可以可以可以。哎呦，这声音感觉这个矮人父亲不一定能看上。晴空也影响不相邻的符号，这么强，奈斯，来个晴空，晴空万里，只要我们有这个阳光，哎，全场 buff。 What 一只猫900多块钱，我的天，发财了，我的天，一只猫900多块钱，哇，400多块钱，3000，哎，拿去拿去，我这是零头零头。哎，本来就想玩个20-30分钟的局，没想到玩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死，哎呀，真的是浪费时间呢。哇，一个猫492块钱，太强了啊！总算有个保险箱了，但保险箱才给30块钱，现在我居然有点看不上了呢。能给予额外2倍钱，我有驯兽师吗？我没有驯兽师，那要不要来个驯兽师呢？来吧，无所谓是吧？他驯兽师其实和女巫是差不多的。哎呦，这什么声？驯兽师，跟打嗝似的。哎呀，呵。What the fuck? What just happened? 一只猫2000多块钱，我天，拉稀都没他拉的这么多。看来这个幸运房东遇到我这客户也不是啊，他算是很幸运了，他的房租涨到4500了，原来这是25块钱。哎呀，太幸运了。都没用啊，都没用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你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吧，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越来越少，对吧？但是金钱就能使我快乐呀，对不对？哎，看这个存款数我就很开心。太难了，这个游戏就你就玩不完，你就没办法玩完一个 endless game。哇，3个太阳无敌了，这个花无敌，500块钱，那还行。旁边没有猫，如果有猫的话，那猫也能500。哎，我们就是靠这个花朵增加它的收入，然后猫复制它的收入。哎。我一局39，我这，我的天哪，我的钱越来越多了，花都花不出去呀，太难了。说实话，我自己玩这款游戏之前，我还是看了其他主播的一些视频的，他们通关怎么就那么轻松，我怎么就死不了呢？这，哎呀，简简单单就到10多万了啊，没办法了啊，房东涨房租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我先休息一会儿了啊。如果这期视频点赞量超过1万，我就更新下一期。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战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